斯德哥尔摩国际音乐比赛的二等奖。你今天将演奏什么乐曲啊？我要弹 Oscar Maritanto 写的 Valsante 和 Karen Tanaka 写的 Masquerade。他将为大家演奏一首圆舞曲，芬兰圆舞曲，芬兰作曲家，还有一首日本作曲家写的一首现代派对乐曲。OK， 有请，欢迎。